起来推。大声对着教练发出口号，这名来自云林公兴国小的选手，趁着休寒，老师带队来到保利家的红林国中优大组队训练课程，由张金峰教练针对因不足的所在加强练习，掌握胜利的关刀。加压下去，回来到这个高度就好了。其实他们最主要的就是高度，不懂得怎么去掌握它的高度。好，所以我们做那个标杆，就是要让他了解说，哎，你在哪个高度就可以去使力，就可以把对方拉过来。走，持续推就好了，这个高度持续推啦。一届过一届来回不断练习，虽然是真辛苦，不过公兴国小的选手自从来到红林向前辈取经，不但是耐力、甲出力的力度、顶点技巧拢明显的进步，代表学校出外比赛成绩大大的提升。可能来练，因为比较时间跟有学长姐教，所以可能比较学的比较多吧。那你们觉得这样出去比赛真的有进步？有，因为对外可以遇到强手，强手可以让自己进步。耐力变比较好，然后力量也可以跟对手盯得比较久。云林县的公兴国小优大所队来到红林国中取经，每一届练习就是几天，教练愿意开始讲路途奔波，除了是因为红林国中优大所队真正是国内无人通好比拼的队伍，更重要的是要学习红林国中团队合作的精神。我觉得说，你今天就算拿到了全国冠军，但是你的团队纪律不好，那你其实还不是一样。出上大力，扭着手啊倒退行，选手的面上表情痛苦。不过，因游玩的学习红林国中坚持到底精神，希望后一摆比赛唔只是第二名，会当摕下冠军。不达张金峰教练辛苦的训练，记者甲记者采访报道。